는줄알았어너무빨라가지고짜증나人气女团爱的成员维娟近日做客网络节目宣传新歌，提及维娟知名的爆笑电臀舞，她便直接现场秀了一段，没想到大家都还没准备好，维娟就已经跳完了，让主持人一脸傻眼。데뷔초에안무중에트워킹이있었어요근데그게지금까지도굉장히웃음 okay. 웃는데요그거되게멋있는춤이에요의사분들나가계시나요왜요아시작했어요不能转了，怎么办了？开始聊到歌曲《Tomboy》中的脏话歌词，维娟表示自己是不骂脏话的人，甚至连生气都不太会。但如果真的遇到的时候，则会用大吼大叫的方式解决。维娟还亲自示范了生气尖叫的样子，恐怖的破音叫声吓坏主持人，惹爆笑。욕이좀나오던데평소에도욕을좀많이하시는데화가나아니아니그화날때는그럼어떻게해요저는뿌리를좀질러요짜증나最后，维娟还献唱了《Ti Amo》，温柔朦胧的嗓音配上主持人五音不全的合唱，将浪漫破坏殆尽，笑翻观众。